Podcast 首先介紹今日三位嘅主持，有陳小明、黃小明同埋李小明，大家俾掌聲三位小明。大家急不及待咁睇下同學嘅精彩演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請出第一位同學關同學。數學之神，話數學之神有啲咩驚人嘅嘢想表演呢？想知，唔該，唔好意思啊，唔係一百蚊，唔該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嚇、啊，得啦，啊，今日我就要 show 我嘅 talent， 講解下呢條數，呢條數點計咧？使唔使要咧？要計手機啊？好。都計唔到嘅，我唔識計嘅，而家用手指計啦。啊，個答案就係三 X 啦。係咪真係咁啊？唉，而家啲人都唔識數。見到觀眾睇到目定口呆，相信頭先嘅表演都非常之精彩啦。好。嚟緊，我又請第二位參賽者葉問。Student Festival 入面，我参加了很多活动，有 Football Penalty Kick、 Basketball One on One。Typing Competition。还有最刺激的 Tug of War。另外演出的 Pop Sing Contest 等等，参加学生双周的确令我留下不分难忘的校园回忆。2月22号至3月7号，一起发挥自己的潜能。